好，各位同学可以看一看白板的部分。好，同学看一下，我们已经做入门，对不对？我们已经完成前缘了，然后呢，学习形态呢，我们也完成。OK，那我们在前缘呢，主要是通过看那个影片呢，好，OK，听懂了，待会麻烦你坐这里，因为这里的灯把你挡掉，我看你不到啊。坐过这里来，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谈到聚源。同学，你们现在就在谈这聚源啊，那这个聚源呢，就是十界清净的部分，所以我们会理解哦，五界哦是哪一些，而且是会比较仔细去谈啊。一般上，如果你们只是通俗演讲，是没有学到一些比较仔细的哈。那我们现在是在五戒的部分，那在这边呢，谈完这个持戒清净了啊，我们接着下来呢，会更进一步提到忏悔方法跟重罪面向。那我们呢，应该是说重罪最有可能犯上的，就是身边的人是堕胎，因为堕胎杀人是属于杀人，比较可能会犯到，所以我们这一边会顺带谈一谈北传的一些超度哦。的一些观念呢、啊，过后呢，接着下来呢，第二提到就是你的衣食，就是你的职业，接下来呢就是闲居静处。如果你开始参加禅业啊，密集的禅修，住所是需要考量的。好，细竹圆屋，你要把你的工作等等之类的事情要暂停下来，这里指的是禅意、禅山或者是禅期。过后呢，你需要有个老师。然后呢，完了之后，接着下来呢，这一边啊，科欲及气概呢，完全是自己内心的问题。OK，好，这边完了，同学再看白板，你们不用翻，你翻不到的，自己就听就好。第五呢，就是正修的部分。好，同学，这个正修是不是一般上来讲呢，你们已经学，总共有五个步骤，你们已经学了第一跟第二个步骤，所以呢，你们一来到就知道如何观呼吸。因为你已经学了第一、第二步骤，在第一堂课已经教了接着下来，读到这边的时候，应该是到第八堂、第九堂时候，可以把五个步骤通通学完。静坐入门的方式不同，可以让你完全整盘理解，然后呢，再眼高手低，然后呢，再来慢慢学习那如果练气功就不一样了，气功会让你完全不知道底下。先练习，练了8个小时，再告诉你，因为呢，你自己的头脑会改变，你会自己创造东西出来。所以为什么有时静坐安波念跟放空的那种气功，它教法会不一样，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很厉害的，我们大脑常常会自己塑造一些假象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对症。过后呢，会提到第二啊，日常生活如何禅修啊？因为呢，我们禅修不只是盘起腿哈，因为呢，你们还要去煮饭，还要当义工，那我们就谈这个日常生活如何修。接着下来呢，就散发，散发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散发是如果你禅修修得好，你的身心会有变化的，我们就谈这个变化。第七是走火入魔，我们会告诉你走火入魔的情况是如何的。第八是治病，会告诉你如何用禅修来医病。第九是正果，正果是属于长期的计划。好，来同学，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就是回到去就是之前的课哈。好，同学，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啊，看一看啊。那在上堂课呢，我们开始呢对持戒有下到定义我们同学写的报告呢有开始有提到好，关于什么是戒呢？那这个我们所谓的戒啊，是品质清凉的意思你们两位看师傅的 YouTube 是用手机吗？效果都 OK 啊，是啊，除非录不好那同学，如果你们有电脑和用耳机，效果更棒。最棒是用电脑来听，还有加上耳机是最棒的因为电脑那个字会放大大个的，大大个的那手机你可以用手把它放大，
就看得到全部的资料了。你同时就可以，因为这电脑你可以把它停，然后呢你就画你的讲义，那就跟现场差不远。OK，不过现场有问题好问。同学再看一下哈，这边有提到就是平仄清凉，然后呢是二子上行啊。那为什么要持戒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呢持戒就可以不悔，不悔就可以得到安乐，这就是持戒哈。好，我们从这一边呢就回来这边三规五戒。同学，请把你的讲义翻开。我们呢上一堂课是讲到不杀生戒，就停止哈。好，来同学，我们的开头念的三规五戒是这段文，你认不认得啊？啊，是这段文哈。这个三规五戒呢，是一行禅师是弘誓佛学院重新写的哈，比起古老的会比较容易明白一些。啊，不杀生戒，来同学请念一念不杀生戒啊。啊，同学这些红色的字可以不用念了哈，因为体认。因为许愿，这是第一条戒哈，从你们的报告。你们的报告蛮仔细的，就表示有真正的去看清楚、读清楚。各位再教教瑞芬哈，如何用了啊？啊，你们呢？有时老菩萨在一起，大家讨论哈，因为有一些手机你们不是很灵光哈，我们下了课又就没有见面哈，所以你们私下哈要互相指导一下啊。第二条是属于不偷盗戒哈，因为明了。我决心。我决心是守护我誓言张扬。来，先给大家看个短片。我们看完短片之后呢？再继续进行讨论了。反悔呀，好了，可以打架了，你们了。OK，来，你先讲，为什么你觉得不算？OK，就是到我有问他主要了哈。好，OK，所以你感觉像借比较多了，你意思是讲哈？OK，天龙呢？为什么觉得是头大？所以你意思说他是看得比较礼貌罢了，但是他有把枪在。他不给他，还是射他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虽然可以讲，哎，他是有这么多威胁了，所以他把钱交给他了。所以呢，你情况有点像哦，我就拿这把枪对你，我让你好好睡觉，好不好？嘣，这样子，是吗？其实呢，有看到关键，你们两位是不是主要也是那把枪的关系？他没有看到他的还要抢。就是看到他有抢劫动机啊。OK，我们呢很容易被这个困惑啊，应该主要还是在于他的方法，因为他太礼貌了，对不对？然后他们整个交谈的过程，像借钱比较多，是不是？所以其实呢，如果他那把枪不拿出来，真的像借钱多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他那把枪拿出来了，那就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偷盗来的了。那同学我们看一下啊，所以呢这些个案你一定要研究哈，来学习佛法呢。就可以看得到它重点。同学，首先就是呢，看到同学你们看一下啊，我们这边呢就是偷盗啊，需要这种的条件。第一，物品的价值，它有价值吗？有啊，对不对？他跟他讲我要拿钱，OK。好，第二，盗心，
可以看得到他要抢劫的心，看得出来吗？对，从那里看得出。对，那把枪了了哈，嗯，对哦，有成事吗？成功了吗？成功了。他用的方法是用枪，用枪，好 ，OK 哈。他精神健全呢？健全，因为很明显通沟通里面呢、啊，不大像吃药的人。OK， 他有对象吗？他的对象就是杂货店的老板啊，对，所以呢，他就已经成了。这些够全部具备的话呢，就算是土包。来，同学可以抄抄红色的字，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都全部都有到完是吗？你全部都有到完哦。好 ，OK， 来，那我们从这一边呢就开始进一步去讨论和理解啊。OK， 好来，静怡。啊，同学看一下哈，所以呢，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就是呢，它这一些呢是重要的，为什么缘故呢？啊，告诉一下同学了，以前在印度偷刀是死刑，所以呢，在佛教呢，如果你偷东西的价值啊，哈，在印度是5000以上就构成不同忏悔。不过问题现在是出在一个问题，就在于呢，我们现在哈。第一，古代印度的5000呢、啊，现在是多少钱是个问题。那5000。第二呢，就是现代偷刀是没有死刑的，马来西亚，不管你是偷500、5000、5万，甚至5000万，甚至是过亿哈、啊，在马来西亚偷钱没有死刑，最多是终身监禁，对不对？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关于偷盗啊，构成不同忏悔的罪，从价值。目前是行不通，但是你们要留意，如果你们到一些传统的泰国道场，你们可以去问问他，有些还有做计算的。因为呢，5000呢，我以往啊在基金层面有做过计算哦，他用黄金计算就是 troy ounce， 只不过是价值200块马币吧。那200块马币偷刀有乜嘢呢？你上网盗入一个非法软体就已经200了，这样都要构成不同忏悔罪，所以会非常严重。所以以后啊，你们去到哪里，你们要问人家。比如说你跑去台湾一个道场去禅修，你要问啊，这里的戒律如何奉持？如果他很守戒律，问他是传统还是现代？因为呢，如果犯了别人的规矩啊，怕人家哦会不欢迎，不受欢迎。OK 哈，因为不知道他是严到什么程度，所以你们要记得哈，在南传北传都有对戒律很严格的道场都有，所以你们要问清楚他们是如何。持这个5000呢、啊，物品的价值 ，OK 啊，好，第二呢就是偷盗的心哈、啊，就是偷盗的心是现在刚刚那个影片是拿把枪，很明显的啊，那有时偷盗的心呢是不会太明显 ，OK， 可以举个例子哈、啊、，OK， 爸爸妈妈手紧啊哈、啊，那么呢你就把你的小孩子的钱啊，哎拿来用这样子。够不构成偷盗了，对不对？我看可能你们也试过嘛，你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有时也试过经济不好，就想，哎，把小朋友的钱来用这钱，哎，等举性这样，啊，够不构成偷盗？你们觉得？啊，对，一旦呢、啊，你已经认定说这个钱是你小冬瓜的哈，你一认定了哈，要问他，要问他，嗯，不然的话会构成偷盗。这一些我们都要防范。当然了，其实进来觉得小孩子嘛，也是我的孩子，那么小。但是我们佛教上如果严格来说，我们培养好的习惯，因为他在学你的，嗯，以后啊，以后他大了啊，他知道哦，原来你可以这样子哈、啊，他也学成为一个坏的榜样。所以呢，你问他是好，因为我们这个不把它弄清楚哈、啊，也会造成很多时候华人做生意公私不分明。嗯，常常华人要做生意啊，公私不分明，账目不清的，因为他搞不清楚哦，就是沈殿不让你是老板，但是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的钱啊，不可以困在一起的啊，有时尤其是 Chinese by company 常搞不清，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混乱掉的。但是一般上我们现在的公司法哦，法律啊都是会按照和我们谈的一模一样哦。同学，这些细节呢，你可以上网查看，就是戒律学纲要啊。同学，你留意这一本书哈啊，如果你看到很多细节哈、啊，戒律学纲要啊都有免费的了哈、啊，
是圣严法师吧。给同学请抄下来哈，得空上网看来看看，尤其天龙在道场做工，你要多了解一些细节，知道吗？OK， 了解是避免自己追悔，有时候会怀疑哈，有时候很多讲法不一样，有时候啊给人家给你意见哈，你有个依据就很好。这本书呢，圣严法师按照你们居士的戒律写前面的五戒的部分，蛮仔细的，蛮仔细的。所以这个有在道场啊，像你们呢常去道场服务的是需要的。一些很普通啊，有一些刚来不懂的，他以为看到那么反正那么多水果，拿几粒回家，会这样的有时候啊，或者说多数那么多 spaghetti， 打包回家。但是这些东西有时候要问过住持，它就是跟戒律上的关系有关。你们老鸟应该全部知道了哈。那么那些新鸟到来要教他们，那他问起一句可以找这个纪律学纲就有提到了。OK， 好了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啊。你看啊，已成事就是已经 OK 构成了，你已经偷了他偷了就是刚刚他的钱他拿嘛就成事了。如果刚刚那个个案他还来不及拿那个钱，有人来他走掉就未成事。未成事是属于下等罪，不构成第一等罪，可以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那种网络爱情包裹，或者是那些打电话来恐吓你你的钱一过他账，他就成事了，他就构成偷盗了，抓不抓到是一个问题。现在法律抓他不到，但是因果都逃不掉。尤其是那些六七十岁骗了几百千那些退休金，真的没用功。就是想，所以一定要教会我们身边的长者教他们呢，就是这些电话如何应付不要理他，不要踩他，不要给他吓到报纸已经登很多次，到现在每一天大概十几二十单，张天赐讲我也不懂怎么样子好了，我都讲都不会讲了所以同学身边的那些长者不一般不一般手机用那些要教他们。我们有佛友就是南宁计划上当了，多得了抑郁症，然后自杀死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之前很出名的那种南宁计划对那现在就是 money game 这些等等之类都是偷盗来的，策划人是属于偷盗来的。然后呢就方法了现在的方法就不只是跟人打抢，现在是流行网络诈骗网络诈骗、爱情包裹，然后勒索。通常这一些了只要你有需求他就有机会了。有看到报纸吗？几个方式，第一，你好当钱使 ，OK， 他讲好，我借钱给你，我要手续费先交2000，过后呢再多2000，过后再多2000，很多理由，你都还没有借到那10000块，已经交了那么多钱了，过后他又再把你这个给别的大耳窿，哇，你骗了欠了20组大耳窿，就是这些这样的方法在网络上你有需求，你想借钱。又可以上当，你想要做工，那他跟你讲轻松的打字就可以赚钱，好啊，你要做，你先付100块手续费，慢慢越要越多，你命你要赚钱的，可能被亏掉那爱情包裹呢，基本上都是用长时间，先让你信任了他之后才来下手了。那这些你们都有看报纸吧？退休人士有时间看报纸了大概20到30来岁。他们都不太看报纸就聊天时候多一点提醒大家。那一般上最吓到人的应该是电话到来就是儿臣的是 bank negara， 然后呢儿臣是法官，或者儿臣是关税局的人，然后呢还有就是 Bukit Aman 的警察，然后呢电话又一模一样的，他们可以造假的到他通过讲适当的语言会吓到人了。那一般上的人吓你什么呢？你的户口用来洗钱了，你的户口牵涉到盗卖毒品类似是这样，或者是你的银行卡被盗刷都离不开这些。通常这些只要你被吓到你就有机可乘了。多专业的人士都会被吓到，不过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有亏心事，有时是这样你有做一些亏心事，刚好有个漏洞，他电话来他才吓得到你。不然的话，你一般你是个律师，是个医生，一个知识分子好端端
那么容易，一定可能你自己哦，就有一些亏心事有做到，啊，有时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寺庙如何呢？有，就是用慈悲心啊。二弟到目前已经五次了，上门来诈骗的，就是瞄准我们的慈悲心。他还聪明，他看到超度法会完了，他才来，他都不知道我们有做超度法会。哦，这些老千厉害的，很有 strategy 的，他们来。哦，他知道你们的落点就是慈悲心。所以呢，就大家要留意了。所以城市啊，我们大家心啊冷漠啊，就是给他们弄到。所以一般上最靠近一次就是来了，他来了，他讲，他还带个小女孩来了，哦，为了加强信任感，他说啊，我的女儿要做板带医院做手术，两点钟就要做了，现在十二点，我还差一千块，请你给我。哎，自己这个老钱是再厉害，他老钱他们这些全部的方法哦，他有个特质的。就是要你短时间没办法思考，你长时间你会想得通，但是很短时间呢，你没有经验，你会愣在那边。那这一个呢，你做的决定通常是错误的决定，这个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我也坦白跟他说了，我讲我这边来太多老千，你留下电话名字，我去查证，查证是的话我帮你，不是的话你就是警告他，我不怕哦。他讲你真的不帮吗？留下赶快，过后他就赶快走掉。然后一上去一我们跟朋友讨论，他说哎呀师傅有病，他进UKMUM 来跑去板带医院等了二十天，一下就穿帮。但是你当时啊，他带来这种情景，塑造的情景啊，你多厉害啊，你都会给他买的。有些甚至 IC 自己给你，他呆了，他讲我带你去医院，他呆塞了，他很厉害他们。所以我们呢，因为我们不是专业老千啊，有时要破一下破不到，我们多厉害都是会中招。所以大家都跟吃饭聊天哦，多聊这一些，也有知识长知识的话就不会中了啊。然后我们现在二弟有佛也是专门搞这种募款的，他叫 Alex Lee 啊，他有来上静坐班啊，专门帮那个小孩子募款那个啊，常常 Facebook 看到他的，他有来上课，他很有经验，一下真假他就辨识不到。因为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行业募款的哈，也是这样子讲啊，也是吃了不少亏。也是常常被别人诬赖是老千啊这样，那么他们就摸到一套方法，是很简单嘛，就是一般上啊，他们现在的方式募款不进去病患的家里的，不进他的 account 的，一定是要通过报馆啊，然后呢，他们呢要募款前一定要医生讲明 ，OK， 手术费200。啊，是，所以一般上一定要有这个。第二呢，钱募到不给他本人，一定要给报馆，那报馆交给医院，不交给本人。通常是这样，因为很多当事人呢看了钱之后心就变了，这个情况是有的，不是全部啊，但是有。所以他跟师傅讲了说，他只坚持把钱带上去报馆。所以你有这样的 case， 你拿医生证明书你去找报馆，报馆帮你登。通常是这是最安全的方法了，这样子的啊。好，所以呢，这些呢方法的部分呢，目前在 KL 这个社会林林总总的。OK， 然后过呢，精神健全呢，一般上来讲呢，他会直接用刀来砍你的，应该是吃到药的啊，或者是其实这半年里面不少儿女啊哈，尤其是儿子哦，上把父母砍掉的，这些都是有吃到药才会。还会对父母下手这样 ，OK 对象哈，好，为什么会谈对象呢？是这样的，你如果你骗的一个人是很有钱的人，给一个穷人哈，骗穷人，你们觉得业比较重还是比较轻？对，为什么比较重？啊，对的，你骗他200块，可能他本身呢，他只有那500块，你骗他200，他是一大笔身家没有掉。对一个富有的人，200块可能是他一点地方的，所以对象是也构成的。所以同学这些呢，都是我们考量了哈，那个犯的那个最多重多轻是这些合起来的。好了，我们前上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同学你看一下哈，因为明了、剥削、偷盗、欺压和社会不公平所带来的痛苦。同学你看呢，我们讲这个社会不公平是。会谈到一个个案，就是忧君不忧贫啊。什么叫忧君不忧贫啊？
曾经有个科学家做过个试验哦，那个试验是这样的，他找一个人呢、啊、公司里面100个人，那么呢，比方说 OK， 二第四间公司有100个工人，我跟天龙讲，天龙我给你100块钱，你100块钱你分给他们，你要分到他们觉得公平，如果你分到他们觉得不公平的话，你没有，他也没有，但如果你分到他觉得公平的话，你有，他也有。那么呢，这个实验里面呢，天龙100块啊，因为他想是他来分嘛，他拿60，对方拿40，或者是他拿70，对方拿30。当这样子一分的时候，如果啊天龙你这样一分呢、啊，他们一 complain， 他们那30跟20都没有掉的，可是却发现这个实验里面100个人，90个人宁愿不要，宁愿不要那20块30块，因为他们心里想，为什么你拿60，你拿70？我才拿30、40，很奇妙、啊、那人宁愿不要那30、哦、也要公平。他觉得我跟你一样，为什么不你50，我50？这样子很奇妙、啊啊、但是这个试验呢很奇怪，一换成机器人来分呢，那机器人来分呢，分到机器人自己分到自己多，你少、哦、他们就会甘心我、哦、稍等一下。哦，后手。好，来再继续。好，同学刚刚提到呢，很奇怪，就是当一用机器人来分呢、啊，哦，都没有问题，机器人分到我多，你少，机器人对 ，Robert 来分，哦 ，OK， 同学你们想看，为什么 Robert 来分呢、啊？你分到比较少，你甘心，可是用人来分呢、啊，哦，你就不能了，哎，我宁愿我不要。我也你也没必要，两个都不要也不要，不公平，什么原因？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是 random 啦，不，我们的重点是为什么机器啊大家愿意服，但是人我就不服气。不，那个 robot 就是没有，我们只要是说明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人来分呢、啊？我们就很容易会不甘心，但是机器来分大家可以接受。啊，对对，就是它是 random 的哈，为什么你愿意服气？啊，无所谓。现在我们重点是为什么机器人分30块，机器人他要拿70万拿30，哦，我甘心。可是人天龙来分，哦，不能哦，你70我30不能，我宁愿我两个都不要。为什么心态会这样？啊？不，它是 random 的，就是机器它喜欢你就给你多给我少，就是这样。不是，就是它是 random 的了，它是随机的。因为我的重点是为什么机器人分给你你会服气，但是人来分你就不服气。你们觉得为什么人我们容易产生这种反应，但是机器人大家都就可以接受？不是，这重点不是在于机器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啊。机器分给你啊，和人分给你啊，机器分给你，你比较不觉得不公平；人分给你，你觉得有不公平存在。啊，就是重点是在这边，因为我们要说明一个什么重点呢？同学，你看，优均不优平啊。所以呢，这个试验呢，其实是美国红蓝教授他提出，他说就是、啊、他们在做这个试验呢、啊，来发现，因为他们常常美国会做这种试验来显示人的心管理嘛。这要说明什么呢？多数的人呢、啊、不优平，但是要居优均，他要公平。我宁愿我不要，但是呢我都要公平。OK， 很少数啊，只有5%到10%的人会看到自己拥有，就是呢你分30给我，他会想哦，我本来没有的，我有30嘞。只有5%到10%的人会这样想的，
其他90%的人都说啊，什么你70我30，这么你多我40，哎，我也不要，你也不要想要。很奇怪哦，多数人会这样想，只有很少的人会心里想，哎，我本来没的，我现在多了30。所以同学为什么不偷盗记啊？会谈这个课题哦，就是因为剥削、偷盗、欺压和社会不公平带来有痛苦，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哈，你们大家做长辈啊，你们有如果有几个儿女的话，你分东西一定要公平啊，要公平。好来，现在还有第二个问题要考考你们，如果说你有三个小孩子哈，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十岁，一个十五岁。那么呢，你有一粒蛋糕，那你如何分这个蛋糕？是分三块一模一样，还是分到他们吃得饱为止？不不不，一粒蛋糕你要切三份，一个三岁，一个十，一个三岁，一个十岁，一个十五岁。那么这块蛋糕你会分到三片一模一样叫做公平，还是分到三个人吃得饱才叫公平？ OK， 其他人呢？谁觉得是三个吃得饱，谁觉得分三块一模一样的举手一下，你会如何分？一模一样，你不理年龄，你不理他三五岁、十二岁跟十五岁，一模一样，还是吃得饱才叫公平？吃得饱举手一下，吃得饱，三个吃得饱，一位、两位，三片一模一样的举手一下，一二三 ，OK， 来看啊，两个看法不同。好，来我先问你一下，你说要吃得饱哈？OK， 那么吃得饱的话，一定是十五岁的那块要大块了，它才够饱嘛，对不对？那么那个三岁跟十岁说，为什么他的大的我的比较小？你要如何回答他？但是我要公平啊。不不不，才一粒罢了，你只有一粒罢了，你只有一粒，你要分三份，你有一粒。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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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我已经设了条件给你了，一粒蛋糕分三块，吃得饱的话一定是十五岁的是大片的，哦，吃得饱吗？三岁五岁肚子小，一定是小块的吗？那你分了之后，五岁就说为什么他大我而小？他说不公平。哦不，我觉得不公平啊。你要如何回答呢？那个五岁跟十岁的，因为你给十五岁那片一定是最大片的。对，不不不倒，你十五岁饱一定是大块的吗？哎呀，那么逻辑很简单吗？五岁一定是小块的吗？不不不，现在不要逃开，你必须要在这个条件里面回答。哦，你要回答得到，因为这个是现实问题。你们有三个儿女啊，你分财产就是同样是一个情况来。OK， 你们三位三片一模一样，对不对？那么大的吃不饱怎么样子？嗯 ，OK， 好。然后看到没有？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啊，天龙你呢？也是。就是三块先让他们一模一样先，让大家表面上看到是公平先，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OK， 对分呢，也是好 ，OK 好，好啊，这听来是蛮好的方法哦。其实这个问题问了二十几场人哦，有些很厉害的，有些说我给小的来分，哇厉害，我讲他你就给小的分，你说我给大的来分，因为嘛，因为你是用小的来分嘛，对不对 ？OK， 你分到你是最大块的，你又吃不到完啊，你就可以讲了。你自己分到你自己去搭，但你吃不完，很厉害哦。我们的朋友很厉害，头脑厉害的，因为他知道，哎，这样打又不是那样打，不是。OK， 不过你们的答案蛮好，就是三个。但如果是最小不愿意分了，那大的讲我不饱嘞，选的时候讲，我还是不要。不不不，我要这样子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定遇到的，一定会遇到的。你有三个女儿啊，你有分身家的问题，一定会遇到的。对，哦，对对对，不过你要掌握一些基本原则先，
因为啊，当我们做长辈啊，常常晚辈就会嫌我们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值得思考，这种是值得我们去想，哎，我们如何让他们觉得公平？但是对的是值得讨论。Okay. 那如果是 OK， 好，你的方法很通，假设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小的不愿意，他说我就是不要给了。但是，我就是不要给了。那大的说我不够饱了，那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他饼干。找别的东西来给。让大家都不会有那个话，然后随一个不要的，他就是不要给，那他肯定吃不完，然后伤了坏，然后让他看到，是。所以你看到嘛，如果是啊，我们做长辈啊，要让晚辈啊。真的觉得公平哦，是方法，是需要时间教育的。其实我也做过分过东西的人了哈，我在经营餐厅啊，有试过养12条狗，是吧？是吧？啊，经营餐厅，我负责喂饭 ，OK。午餐、晚餐呢，全部吃到饱，早餐只有一盒，4个小狗，6个大狗 ，OK， 4个小狗，6个大狗，10条狗了，算它了哈。我的分法如何呢？我一放下饭的时候，大狗不能吃。大狗一吃就扁它，小狗才可以吃。OK， 4只小狗吃饱，剩下的让大狗去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第一啊，资源有限，小狗比不上大狗。那大狗一嗅到，全部跑掉的。所以最凶是水瓦型的，狗的世界是这样的。那小的先弹开，剩下6只大的。那6只大的我们不管制它的话呢，就看谁最凶了。最凶那个，只要会跑掉的。那么那个不服气就跟他斗到赢了，就他吃了，或者2个一起分了。狗的世界是这样，所以呢，早上只有一锅饭呢，小抢不过大的，所以我们要介入，所以我介入让小的吃饱，那大的吃不饱如何呢？啊，他会去外面自己找别狗吃，因为大狗他有能力谋生，这样子对吗？所以其实你看呢，晚餐大家有的吃，吃到饱，早餐是这样，所以你看呢，我们不介入是不行的。第一，当然狗好过人，狗好处理，狗不会 complain 我的。算了，狗你喂了它，你就永远是它主人。那大狗不会说，你不公平，它不会这样讲，它不像人那么复杂。那第二呢，就是看得到的，弱小的呢是需要扶持是对的。不当然呢，弱小呢，小狗会变大狗的。当它一大到一个程度呢，就让它们自由竞争了，这才是比较刚的，因为早上也就只剩下剩饭一碗罢了的。当然，这个狗不会喊说，不公平啊！那你那小狗几岁才叫大狗呢？我要到几岁有的分呢？这个也是人才会这样子讲，狗是不会这样的。只不过我们会觉得，要它大到一个程度，公平竞争才敢的。那么你小狗你不强大哦，自己外面找东西吃，你永远都不会饱的。所以同学，你看呢、啊，这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我们分东西的人呢、啊，他并不是从表面。一模一样的公平来做决定，有时候是真的是在于他弱小哦，他是能力不逮，你必须要先保护他先，你了解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欺压不公平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到现在问呢，都全部给到零零总总的答案给我，就是原因是这是最难处理的。对，所以我们重点就在于要大家服气。但是这个要夫妻谈的容易啊，我对付狗还容易得多。你发现对付狗真的是要有这样的 system， 但是你把狗这套放去人身上哦，人就没那么单纯，可以了解吗？好 ，OK 好。最后师父先祝福你们了，愿你们分财产顺利哦。那是最好的了，那个人。好，来同学看一看，我们回来正传哈。这里社会不公平是还牵涉到一个现代课题，要大家留意的。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个短片，从这个短片你就会看得到哈，这个所谓的社会不公平哦，是要如何去谈它。啊，同学，仔细看了哈，很多人看了第一篇不知道还在讲什么东西的啊。
来，我们掌声鼓励。OK。有看得明白刚刚做什么东西吗 ？OK。他开头啊，主要是一个女孩子要买靴嘛，然后呢，他是一个譬喻哦，他拉这个神去到一个地方，造靴的人的样子显示他是什么国家的？对，第三世界的。不过你看到没有，他从靴子看到什么东西？环境染污，还有呢？啊，废物，嗯，然后呢，他是要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拿的所有的好的品牌啊，都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那边，然后压榨他的工人，然后呢把所有污染丢给他们，然后呢就让我们拥有很好的成品啊。现在这不走道界啊，要用这个角度来谈啊。大概在5年前呢哈，其实有发生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哈，非常的出名啊哈，也是和这个课题有相关的。就是这个事件了，然后呢，有一个照片呢，哈，轰动全世界，就是这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照片，有看到吗？看不清楚，这一张看得清楚吗？这是个男人，他抱着他的老婆。安德布拉萨在2013年倒闭 ，Bangladesh。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出名的品牌哈 ，Adidas 啊，Zara 啊，全部呢都是这个地方代工的。那么呢，他们的工钱呢，一天$1，他们做一年呢都买不起一件名牌的衣服。据我所知道哈，目前呢哈，你们女中的时装哈，你去到 Uniqlo 还是什么地方哈，它的时装是一个礼拜可以换新的，但是在5到10年前哈，听说它是有季节性的，可是呢，为什么可以每个礼拜翻新？还有第二，价格很便宜，听说现在你们不超过100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出名的时装跟品牌，就可以买得到了，你看呢？棉花的价钱不断的增长，电费水费不断的增长，那么呢，什么缘故？然后每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一套新的时装出现，那么请问价格又便宜，它的不是是压榨工人，所以呢，为什么这些人呢，他们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去压榨，给到他承包啊非常便宜的价钱，然后在一个危险的建筑物里面去做。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件事件就出来了。所以全部呢这时候唤醒一个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我们还是一样是可以用好的品牌，然后你们女性啊，买好的衣服，甚至你去喝杯大巴，其实现在已经很普通，但是就是要留意，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厂商有没有压榨到他们，他们有没有合理的付钱给这些工人啊。所以其实现在啊已经是到了这个年代，就是你去消费哈，要留意社会不公平，就是这样子可以尽这个责任。那如果发现你买的那个品牌哈，有压榨到第三世界的工人呢哈，之类等等之类啊，请拒绝购买。现在已经谈不头到界哈，要谈到去这个层面了，可以理解吗？哈啊，可能以你们这个年龄，你们应该喝杯大巴是有点心痛了。你们的儿女应该是蛮舍的，我是觉得没有问题，这个是现在潮流是这样，不过就是叫他们在消费的时候要留意这个课题。所以 Starbucks 如果你去留意看了，他最新的 brochure 有写了，他说我们买咖啡豆给合理的价格，就是第三世界的农耕的人，他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呢，现代已经开始了，社会不公平和压榨欺压哦，已经进入这个层面了。可以了解吗？好，是比较会这样子来看的。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呢，剥削通道啊，如果你们本身有工人之类啊，就要留意了。好，
就 EPF 收收给足够他，然后呢按照劳工法令这样子了，就是这个层面也牵涉到里边这样子。好，我决心持守不偷盗窃。那么有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呢，应该就是跟税务有关。我在前十年呢，哈，不偷盗呢，我有办一个讲座啊，就是跟逃税有关啊，结果没有个人出席哦。他们讲啊，谁要出席，出席不是给你骂了、啊、讲 ，OK 好。不过当时前朝政府了哈，其实啊，如果、啊、他就是钱呢不好好运用了、啊、哈，给的人是不甘心的，尤其是贪赃。然后滥用啊，哈，那么在外国哈、啊，一般上专业人士哈、啊、缴的税可以40%到60%，对不对？英国律师要缴到60%，对不对？40%有啊，8%，但他们很甘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年老，我的医疗还有我的老了的退休不担心，全部顾到好好的，人很担心。然后呢，在外国哈、啊，丹麦啊有一个总统啊，丹麦啊就是用私人公用的 credit card。算了2条 chocolate， 要他下台了。哎，外国很严的，他讲啊，你连呢、啊、这个公司都不分明，我们怎么委托个国家给你？所以外国啊，缴税大家是很安心的，因为你这样子算2条 chocolate， 你就要下台，总统都下台了啊。所以呢，是他情景是这样啊。不过现在就是政府换了哈、啊，那么缴税是公民的责任，那同时尽你的能力就好了，这样子了。那么。这个就谈到这边算了，哎呀，这个接下来就不谈了，你们自己知道哈。那这课题很会难免，因为纪律学纲要就有提到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很自然啊，或有一起会聊起哈、啊。基本上就是能的话把它做好了，公民的责任是应该的了。OK， 那如果是私院的话呢，基本上有免税法令1967年免税法令第11条必然。是可以让私院所有的收入给豁免免税，包括即使是银行的储蓄等等之类了。所以如果你们本身有帮忙跑寺庙的话呢，就给他们知道，那寺庙本身可以安心。所以像师父都啊没有，火种底下注册就可以了的了，因为火种本身就是 RS 注册，那我们全部按照火种注册，所以我们是承包给火种知道，火种是保护我们底下的。那如果不火种注册，需要 ROS 注册才可以得到享有免税法令资格的保护呢？像我们二地金是按照火种注册，随便到就会可以得到免税法令。没有，需要两个团体担保你了，两个火种的团体担保就可以了。OK 啊，那火种本身属下也有律师了，那么这些问题呢，他们都可以帮忙解答了。OK 啊，所以寺庙的部分。同学也要啊，也帮忙让寺庙团体要知道哈，这天龙就是这条法令保护寺院呢，1967年的免税法令第11条必然呢啊，第一条。好，然后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呢哈啊，我决心持守不偷盗窃哈，并积极防止他人立即损他的获利行为了。那立即损他呢，就是牵涉到如果现在有看到有人贪污的话。应该要去承包。如果现在啊是由店家，如果冒销不讲东西应该店家，他们不店家，应该要承包。没有，我是讲如果啊哈，就是冒销不说应该要店家，就要店家了。那些商家不店家，要去告发他。因为呢这个通货膨胀哈、我们不去举报，其实我们有责任在身上。以往我们是怕麻烦，现在换了政府。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敢敢可以做吧，这种落百落外国还是比较厉害的，立即损他的东西，因为呢贪污的东西，还有就是商家用其他手段，它会造成到整个通货膨胀下不了，然后民不聊生，那我们不去举报也是和我们的责任有关，这样子，现在有推销法令保护大家了，那么可以安心了，应该是可以安心，对吧？你们敢不敢举报？换了政府了。啊。啊，是，对。举报喽，举报去冒小户喽，冒小户来去对付他们喽。啊，是。所以这个冒小户重要，还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愿不愿意举报了？啊，
我们华人一般上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龟老他们比较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好，我师缘长养布施心，财法二十稍无吝惜，并与众生同享无有匮乏的生活。是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了。当我们觉得不足够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不公平了。那我们有多的人，我们尽量做布施，让这一个上下不平等可以减少一下差距。分东西真的是不好分的，所以呢，你永远呢，你当成为政治家哈，你永远头痛的。华人永远觉得不够，马来人也觉得不够，印度人觉得不够，你分来分去，不会有人觉得哦，我们已经很富足了，不会有这样的，永远大家觉得不公平。那么将心比心，那我们有学佛的话呢，很多时候要可以看得到自己拥有的了。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有人分30块给我们，我们会看得到我们有了30块这样的话，内心就减少一些问题了。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常常外面呢搞抗议的组织一定是经常觉得不公平的，他才会觉得需要抗议嘛，对不对？那么他觉得这不公平是他自己认为了，那他认为不公平，他也认为各个人应该也这么认为，其实未必，多数人是沉默的一群，是少数人觉得不公平。这当然呢，制度不公平呢是需要通过政治的力量去做修正，是需要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在宗教里面呢，如果是要抗议的话，应该是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尽量避免了，因为就是常常不公平的抗议而造成流血事件之类。像现在法国防备心还在抗议他们的民主国家有这样的问题了整个旅游业已经跌得很厉害了，但是还在抗议。所以有时候过分民主力量，人民力量太强大了，哇，也是真的不好搞。所以呢，这个如何斟酌呢，我们学佛就大家看着来办，好，就是看得到将心比心了。好，这是不投刀剑。好，有没有什么现实的问题要讨论的？不投刀剑那么呢，就是关于不投刀剑部分同学就是努力的做到了我们一般上像东西的影印我们也比不上他们先进国或者是盗版的运用所以同学们的话我们也学了活，尽我们的能力，全部呢用尽量正版的，然后呢支持那些作家作者，让他们可以生存得到，这样子了。好，可能你们还不大会用得到，应该是那些大学生对哦，你们连道路都不会应该是那类型的人呢是需要唤醒的。那这一个呢，应该是你们责任，因为你们的孙子，想想你教他会比他来上课更强大。就是你们做个榜样是更重要的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不投刀街，那是现代生活可以办得到我们就是东南亚国家我们亚洲之类，关于这个就是保护作者的版权还是跟欧美比是差一些呢那希望我们将来的儿女当作家可以找到吃所以呢，这个风气我们自己来打造这样子。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不邪淫戒哈。来，同学请念一念，因为明了。因为明了。请画重点，同学。好第三条是不邪淫戒了。同学，如果你要看报纸的话，天天都会因为邪淫男女吃醋的问题搞到没有人命了。
这个好像印度人蛮比较常会看得到，应该三大种族都有吧，但是包常常看到可能跟印度人有关，还有乱伦啊，今天有，今天一个祖父跟父亲乱伦一个12岁的女儿啊，孙女啊，所以呢已经被警察抓了，用乱伦法案，奇怪哦，他们这个种族常会发生，因为有留意，因为我要谈戒律东西嘛，啊、是他们有族，不是华人的，奇怪哦。好，那这些呢，为什么会需要谈呢？同学留意看了、啊、哦，我们这里的所谓的不邪淫呢，其实呢不邪淫，主要是针对就是缺乏感情和婚姻为基础了。那基本上呢，可以发生阵营的呢，必须是要有。就是有感情，还有这个婚姻的定义呢，不一定要注册，它可以是所有各民族信仰的方式。那么华人拜了天地就算是夫妻了的，在宗教上是承认的，那他们有些宗教好像一起什么用水啊，伸过了手啊，都无所谓，他法律上啊的认定是夫妻哈、哦，是跟继承产业有关系，你没有真正的注册。你的儿女呢会成为私生女，将来继承财产会有问题、哦、但是不构成邪淫。那邪淫的话呢，在佛教来讲，只要符合你们当地的民俗文化，就构成是夫妻关系，就成了的。这个呢，其实在戒律学纲要里面也是有提到的、哦、好，那么呢，首先就是呢，所谓的不正当性关系带来的痛苦呢，主要还是在于啊。哦，我们在与传统来说呢，没有人愿意和人分享他的先生和太太的啊，包括即使是做生意应酬都好、啊、在沙巴曾经有问过一批啊，还大你们差不多10岁以上的啊，因为我有班学生哈、啊，他们学阿比达玛，因为全部都是阿婆，所以呢就把名字改成阿婆达玛，他们叫做对呀、啊、对呀、啊，全部是60、70岁学阿比达玛，所以我们改名字叫阿婆达玛哈。那么在阿毗达玛其实、哦、也会有提到这样子，我也问过他们，他们说呵，即使是要做生意应酬发生邪淫都不允许，都不能够容忍。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谈了。好，然后呢，关于这个呢，造成的问题是除了就是我们是一夫一妻制以外，第二呢，还有缘故呢，我们是进行制止的。不过这一条呢，是有遇到挑战的，因为呢，我有跟一些小我大概8岁以上谈了，他们是有试婚的概念的，他们讲哦，结婚之前试婚是肯定包括性关系在，然后过后呢，试到不敢就离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问题了哈。那第二呢，就是老外哈，如果这条戒律去老外的话哦，通常他们大学生都有这个经验的，那么这个一谈呢，就全部也给你骂到完了。所以呢，到了外国谈这种这样子的戒律，可能是需要，我也不懂得如何调整了，我也不懂如何谈了、哦、因为这个啊，他们的想法概念完全不同，包括听说鬼佬啊，喝啤酒像喝凉茶，是不是？他啤酒是很便宜，对不对？那么，但是按照我们的戒律啊，有少少的酒精都算是酒不饮酒戒来的，所以呢，这两条戒律到了西方国家谈，可能要变通，这样子了哈。我也不懂如何变通哈、哦，这大体上呢，如果是参加儿童班的小孩，小小我们有跟他谈这一个呢，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哈、哦。同学再看一看呢、啊，这里有提到就是呢，我誓愿哈、哦，长养清净心，维护配偶和家庭幸福和乐啊，这个是不邪淫的原因了啊、哦。OK， 但是这一边呢哈、哦，也有牵涉到一个课题，就是呢，关于夫妻学佛的问题哈、哦。有时候就是呢，这边有人来，这边找我。哎，谁呢？
那我们继续上课同学。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呢、啊。这一边呢，就是提到呢，关于这一个哈啊，我们其实我们寺院呢有发生一些事情哈，就是呢其中太太啊学了佛之后，她要清净啊，那么呢，她忽略了她先生，结果先生呢跑来寺院找我们算账，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像这条戒律啊，我们不适宜单独对一个女众谈的，尤其是我们男众法师啊。所以有时你们女性本身呢、啊，有发现一些很精进用功，你要问她，她跟她先生的生活有协调好没有啊？这个你要去谈，如果是熟的，你知道吗？这种啊，上门来找人算账是很不好看的。对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哈啊，所以你们女性徒啊。就对女性徒聊这些，如果是他过分用功之类的，那么男的呢，我们可以男给对男的谈。他是这样的，因为呢，一般上跟禅修有关呢。如果说禅修啊修得非常内心清净的话，他会出现就是喜欢读神，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这个课题的部分呢，你们就得空你们女性自己多研究一下哈，这样子哈。所以最好学佛呢，夫妻学佛是最好的。夫妻学佛是最好的。好来，接下来我们同学们看一下，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儿童和免受性虐待的伤害。那这个呢，这个五戒本身呢是一行禅师他把它写出来的。那一行禅师有考虑到他们老外哈有这种情形比较严重的。到目前为止呢，很遗憾的就是比较严重发生是在天主教呢。天主教在1950年到现在已经过千个啊神父啊，就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伤害，然后呢有过万的儿童受伤害。这个呢新州等没那么多，大悲被等的比较多啊，已经有几个啊70来岁的高级的神父啊已经被追溯啊去坐监牢了啊，这事情有发生啊。那如果你上网去看的话，他们有进行检讨了，为什么会很多都是天主教为主的发生事情？他们神父就比较少，牧师比较少，牧师本身是有家室的，有太太有孩子有儿女的。那如果是神父，天主教呢是独身主义，不能够结婚的，他们这个非常的严重。佛教比较少，佛教有的问题是别的问题哈，但是他们这个。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儿孙，有儿孙的话，通常这个儿童呢，被性虐待的呢，它是和一个名词有关哈、啊，叫做卵童呢，卵童 ，SISG， 卵童，啊，同学你们留意啊，是跟这个有关的、啊，卵童哈、啊，卵童呢就是呢，他专门就是喜欢小孩子，然后呢，通常。加害者男性居多，很少女性，很奇怪哦啊！如果你去查看的话啊，是加害者是男性居多，女性比较少。然后这个呢，其实如果你按照我们戒律来看，原来古代已经发生，尤其在中国，因为有一些皇帝他们喜欢小孩子。那么呢，这个卵童啊，之前因为有一个叫做康定的、啊、还是什么名字哈、啊，他是带团康，他就是对青少年性侵犯。大概在2-3个月前吧，已经抓去，现在在审核着。我特别研究这课题哈、哦，原来啊，他们呢、啊，卵童的人呢、啊，他们发现自己卵童啊，他们开头也不知道的。然后呢，他们小孩子跟小孩子很正常嘛，都是男跟男女跟你一起玩的。可是当他慢慢长大了，到了12岁、18岁、20岁，他喜欢的对象还是8岁小孩啊，他才意识到，哎，原来我有这样子的倾向。然后呢，这种倾向啊，很抱歉，佛教到目前为止我找不到什么缘故造成，佛教没有。
只可以说可能前世有邪淫哦，而造成他有出现这种这样的现象。目前来说是没得医的，没得医的啊，没得医的。那你去的话呢，都是用心理学的方式，目前他可能用电来扫你啊，然后呢，通过就是概念的转换呢、啊，通常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治疗了。那目前呢，这个课题呢，是很值得关注，因为之前 Scotland 那边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呢，目前社会有个最新的走向啊，他们呢这个卵童啊，英文是叫 pedophile 哈，英文了，英文呢是叫 pedophile， pedophile。英文呢、啊、它叫 pedophile， 不是这一个。这个字啊 pedophile。但是如果你现在 Google 查、哦、有一个最新的团体叫做 virtual pedophile。virtual pedophile。什么叫 virtual pedophile 呢？意思就是讲啊，这一帮人他发现他自己喜欢小孩子，但是他制止自己不去对小孩子进行加害。因为呢，这些人呢、啊，当他一披露身份呢、啊，在欧美一带啊已经立定法令，如果你是做心理学系，一旦有人介入你是这个他有软童的倾向，你要报警，要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报警的缘故啊，令到很多这些人不敢自首。那么这批人呢，他 virtual pedophile， 你看他有个网站，看到吗 ？Welcome to virtual pedophile， 他里面呢，他有一句话我有去看来，他是讲什么？他说，请你们不要当我们是社会的加害者，而是看我们是社会的一般受害者，因为我们也不想。他这个网站有一个这样强调。然后呢，如果是要加进这个网站呢，你一定要立定誓言，你不可以碰小孩子。哦，这把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如果你去找 video 啊，同学啊，这一个了，这个是唯一一个啊，通过 YouTube 自己承认说我是卵童者。哦，那么他一登出来了之后啊，他就自己必须要用带刀在身上，因为所有的人呢、啊，哈都不耻的，因为啊过后啊。那个什么 TED 啊哈，有一个很流行的演讲，有人上台跟他们辩论啊，结果被社会的舆论的压力要下架，因为有人开始问了哈 ，OK， 如果是你们是不是想同性恋这样？因为同性恋是在美国已经合法化了嘛，那他们就问了，你们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显示你本身也要合法化？他们这样子问起他们，那他们这帮人说不是，为什么呢？他说啊。同性恋一般上都是成人，成人是你情我愿的，但是他们呢，不是，他们是大人来的，受害是小孩子来的，小孩子一定是被牺牲，然后一般上小孩啊，如果是被加害之后，大了之后，他成为受害者之后，很有可能大了，他会成为加害者，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提起呢？必须你要抄下来，一旦呢，如果你身边有人他跟你说，以前呢，他有这个倾向哦，你可以叫他去上网找。因为在欧美一带啊，有特别一个团体帮这帮人。因为啊，如果你不帮他哦，他没有人好讲啊，也不懂如何解决问题啊，他就有机会，他就会去成为加害者，他找机会成为加害者。所以你懂吗？我们通常对这帮人都是骂比较多的，但没有想到啊，他本身他是需要帮助的，他就是因为啊，他也找不到个管道可以帮，可以让他宣泄啊，他才会成为一个社会里面啊。成为黑暗的一群，这可以理解的，是，所以呢，同学可以留意，这是个最新的一个进展来的，啊，最新的啊，这些也是在欧美一带啊才发生的哈、啊，我们亚洲这一带啊，对这种课题啊，甚至发展出这样子的东西哦、啊，还有拍啊，好、啊，这些里面网站如果下去看了、啊、哈、啊，原来欧美一带都有一些政府的单位哈、啊，等这帮人来去协助他们，那么他们得到协助。他们就不会去加害小孩了。那现在现在的教育啊，性教育已经包括了啊，叫小孩子啊留意那些怪叔叔啊。所以呢，你们如果有儿孙之类，要留意
基本上卵童的年龄大概是零岁到16岁之前都算是少年儿童啊，都会被侵犯的一群这样子了。好，给这一个呢就是和这一个有关哦，所以为什么会提到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的伤害？好，来接着下来就是并与众生同享清净无染的生活了。好，过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关于这个不邪淫的关系，所以呢要同享清净无染呢。OK， 好，那因为如果是可以不邪淫的话呢，内心就可以得到清净无染，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戒有关。好，12:30了。OK， 那么就今天的课就是一些罢了哈，它蛮多延伸的课题哈，给一点时间同学进行复述了哈。OK， 好来就月底您跟瑞芬进行了，然后呢你们三位后面三位进行，你们两位进行了，那么静怡今天听漏的你就补充给静怡知道一下天龙了。好，大概今天是谈这两条戒，蛮多课外的，你们通通把它能的话 record 一下了，好，将来可以用得上。完了我们就要准备吃饭了。